现在12月4号早上8:40，到我们今天打第一场比赛是闯球员办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进体育馆热身 ，Go Go！队长，如何？第一场会紧张吗？不会啊，这有什么好紧张的？我们会赢的。我们现在还在贴白贴，他们已经开始热身了。我们是不是在那边散步而已？拜托，他们你以为他们真的在热身吗？教练逼他们很早。他们先，然后我们教练跑去酒吧。我们教练跑去酒吧，白哥跑去酒吧。我们
今天第一场3-0输给台大，等一下2:30要打平科最后一场，继续加油吧。你那四颗有得分，然后每个大队，我人生最惨烈一战。大没超过大队，他三四颗，没被超过那么多。今天我跟你讲，后面有我的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没了。打台大3-0，比赛梦没了，比赛梦没了。下一场继续加油吧。谁说的？最后一场了，打爆平科3-0。好，要去打下午的赛程，2:30打屏东科大，最后一场，全力以赴，全力以赴。如果3-0就复赛了，确实复赛。今天这是我们临时换上的先发举队，没有错。他今天下午预计是要拿个23分。等一下那个平科大炮交给我，然后来招呼。来访问一下队长，下午对屏东科技大学有什么计划吗？把他们3-0，我们就可以进复赛。那你有没有什么策略？认真打球，努力打球。球给什么？球给室友。不要开玩笑，不要开这种玩笑。
出去的那天应该就知道你接不到了，就算了。我说你差点撞。说要剪，我应该明天做功课。等有空有空就剪，赶快弄一弄。你赶快今天剪专辑读书啊！我读书读书优先啊！那我大学四年的大专杯之旅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。好，我们之后见，拜拜。好，二楼的哈，好，拜拜。